我要感谢五月天，让我八百多年没有联络的朋友都回来了。谢谢大家都来了，尤其是陈泰老朋友，其实我很想念大家。我要感谢五月天，让我八百多年没有联络的朋友都回来了，谢谢。也要感谢他们，也很支持花莲，我的故乡。然后，之后的演唱会也会在花莲，谢谢他们。他们一直没有离开中华职棒这个环境。我应该是跟他们一起长大，我要谢谢他们都没有离开中华职棒，这么热爱棒球。我们有这个好朋友、好伙伴，是中华职棒的，也是兄弟相的荣耀。我要谢谢他们，谢谢。